文化娱乐新地标银河中艺馆同埃奇艺宣布订立并签署咗展览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喺澳门组织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及录制，共同促进澳门文化娱乐行业嘅发展，助力澳门构建成演艺之都。其中，埃奇艺尖叫之夜按双方约定，将连续三年定点全澳最新最大嘅银河中艺馆举办。为合作协议打响头炮，由埃奇艺出品的年度娱乐盛典《埃奇艺尖叫之夜》首次落地澳门，在11月25号在银河中艺馆轰动上演。埃奇艺尖叫之夜旨在回顾过去一年的娱乐热点和行业大事件，致敬和表彰剧集、综艺、电影等领域的优质作品和艺术创作者。今年的2023埃奇艺尖叫之夜以一路狂飙、一路尖叫为主题，将过百位炙手可热的流量新生代、实力演技派、殿堂级艺术家、多栖艺人和重量级的导演和作家齐聚一堂，透过尖叫直播间、尖叫红毯、尖叫荣誉盛典等多重环节，与线上线下的观众一同互动狂欢，以白敬亭、白鹿、高叶、金晨、倪妮、王鹤棣、黄一博、杨幂、余舒欣、张仲文等重磅明星领衔的豪华阵容，呈现了华服闪耀、魅力四射的红毯盛景，并在银河中艺馆震撼的舞台视觉效果之下，为现场的粉丝和线上观众带来多组精彩的舞台演出。